站住！你想干嘛？你脖子这么粗，不怕累啊？你太过分了！学校校庆，校服才是首选。我不，我叛逆，哼！哎，这个挺适合你的。我弟非要我穿校服，还素颜，恨死他！别担心，分分钟把你评为小仙女。走。习惯了，他为案板，我为鱼肉。刘子慧，你今天的妆挺精致的，很适合你。宋建芳，这个口红的色号好像还蛮适合你的。自然派的朗诵配上校服，合适啊。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说话呢？什么意思？算了算了算了，哎，稿子呢？我们看看，在这儿呢。同学们，今天学校有教育局的领导来参加校庆啊，化妆都给我卸了，别给我穿得乱七八糟的，一律素颜，赶紧的。羡慕你，有个汉人金弟弟。你弄垮我了！睫毛你也卸，睫毛你也卸啊！跟你说不用化妆，还再救一个。真羡慕你啊，化不化妆都一样。差不多了。女孩怎么回事啊？哎，算了算了，没事的没事的。我跟你讲，今天这个事情没完。